好的，上次讲到那个，上次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天文学是怎么来的。今天是西方人经过了古希腊到欧洲文艺复兴，到牛顿伽利略那个时代，基本上就发展出了他们一套科学体系了，对吧？那么今天就不讲历史了啊，今天的话其实也会讲一点历史啊。今天讲啊太阳系，从今天开始讲太阳系。那么我算一下，可能太阳系可能不止一讲，内容其实蛮多的。那么太阳系有什么？那么我们现在任何一个稍微啊，就中学里面读书认真一点都会知道，是吧？太阳系有太阳，啊、有以前是九大行星，我们读书的时候是九大行星。现在2006年的时候呢，国际天文学会开了会，把冥王星踢掉了，不算大行星了。啊，八大行星就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土星、木星、天王星、海王星，八大行星。然后呢，把冥王星啊、谷神星啊、泥神星啊这些东西列为矮行星。啊、为什么？因为本来冥王星为什么算九大行星？就发现冥王星的时候，对吧？发现冥王星的时候，并不知道冥王星有多大、有多重。后来经过仔细观测，发现冥王星很小很小。然后呢，又发现是谷神星、泥神星这些星，这些星呢也是小小的那种行星，但是呢，啊，比冥王星，像泥神星就比冥王星大，而且在很遥远。泥神星在离开地球的距离是离开太阳距大概是冥王星轨道的三倍，就更遥远的地方。发现泥神星的时候，曾经有人欢呼啊，这是第十大行星。冥王星如果是第九大行星，那泥神星就是第十大行星，是吧？然后呢，但是呢，现在呢又把这些全都去掉，是矮行星，意思呢他们达不到这个前面大行星的规则。然后2001年是国际天文学会呢定了一个啊行星的规则，什么叫行星，什么叫矮行星？就是说，在它的轨道附近，就这个行星大小足以让它变成一个球，因为有的行星很小，你看以后呢，它的引力质量啊无法保证它是个球形的，对吧？就是很小的。那这个也不算行星，大行星。然后呢，还有它要清除轨道附近的所有的别的东西。那么像冥王星啊、泥神星、谷神星，它都不能清除，因为在冥王星轨道附近还有很多小行星。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陆续发现了很多很多，对吧？这就是矮行星。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小行星，小行星就是说你矮行星这个级别达不到。反正2001年天文学就会有这么一个定义。那么这些都是行星，对吧？还有就是彗星，彗星我们也看过，彗星的主要特点，彗星是个很奇怪的东西。现在一般认为彗星是从太阳系边缘的什么柯伊伯带啊，或者阿尔特云里面发源的，那边全是冰块。这个冰块呢，在太阳中间它顺着一个非常长的椭圆的轨道，太阳附近兜一圈再回去。当它靠近太阳的时候，因为它是冰做成的嘛，靠近太阳的时候呢，这个冰开始蒸发，然后形成长长的彗尾。离开太阳越近，这彗星的尾巴越长；离开太阳越远，彗星的尾巴越短，对吧？因为太阳风作用吹它嘛。然后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太阳系中，啊，比如说有人造的东西，有很多人造的东西在太阳系里面飞来飞去，对吧？那么还有，反正有些有，比如说有太阳风，或者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别的东西。反正我这里只是一个初级的一个介绍了。好，那么这几大行星的大小呢？这个有张图给大家看看，大小，这是大小，它们的体积。那么太阳如果是这么大的话，大家看这个视频里面基本看不清楚，木星最大，木星有这么大。土星比木星小一点，天王星、海王星也比较小，这个地球、这个水星、金星都小的简直就是个点了。冥王星更小，冥王星基本上，冥王星比月亮还小，比月球还小，是吧？还有谷神星，谷神星在火星和木星之间，啊，还有谷神鸟神星，哎，这是他们现在起的名字啊，各种各样的那种。其实这类星跟冥王星是一个级别的，叫矮行星，是吧？那么。啊，这张图我通常会放大一点给大家看看，就是像比较一下这些星体大小。那么讲到太阳系，首先就要介绍我们的啊太阳系里面最主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太阳。那么太阳的大小呢，直径是地球的直径的109倍，那么这是现代的数据，我已经不讲古希腊那些东西了。然后太阳的质量呢，是地球质量的多少万倍啊？个十百千万十33万倍啊，太阳的质量。太阳系的质量占太阳系总质量的96.86%，也就是说，别的行星啊，什么木星啊、土星啊，各种各样东西加起来，所有东西加起来，还不到1%，就是太阳的重质量的一个零头。那么太阳的成分呢？太阳是个气体的星球，明白我的意思吧？是个气体的星球。那太阳不是没有固定，没有一个固体表面的，不像我们地球有固体表面，太阳没有。它的成分呢，1/4是氢，1/4是氦，还有一些其他成分不到2%。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大致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表面温度是6000K， K 就是开尔文，1K 等于 K 怎么样？K 就是0K 的话就是
绝对零度，对吧？也就是说我们摄氏化成摄氏的话就零下273度，那放在这种几千度几万度的角度，那个273度的数字根本就没什么意义了，不说了，我们反正是6000度的样子，对吧？那么因为太阳是个气体星球，所以什么叫太阳的表面，这个是很难定义的。那么现在不要稍微介绍太阳，有太阳的有一层叫做光球层，那么这个我们现在把光球层定义为太阳表面，光球层温度是6000K。实际上太阳的核心呢，它的外面它不同的地方温度是不一样的。这是太阳的结构，核心啊、辐射层啊、对流层啊、光球啊，上面还有太阳大气层，然后外面有太阳风。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我也不想详细解释了。基本上什么意思呢？就太阳有个核心，这个核心据说啊已经是氢啊、氦啊，已经压缩成小固体一样，所谓的金属氢，对吧？然后它的辐射层是它的那个主要的那个在里面发生核反应的那个地方。然后它的对流层它就是里面的东西上上下下。最外面有一层叫光球层，也就是说到光球层这一层，太阳的光从，也就是实际上太阳最外面一层，太阳的光子可以从太阳上逃出来了。实际上据说啊，就说太阳不是发生核反应嘛，大家都知道太阳核反应，核反应的时候产生光子，也就是太阳发光的原因。那么这个光子在太阳内部，它要撞来撞去撞来撞去，可能要撞上几千年几万年，终于有机会从太阳表面飞出去，离开太阳。那么这个离开太阳就叫太阳的光球层。那么我们现在实际上我们哪怕用肉眼看到了这个远的太阳，实际上看到的是它的光球层，那么也是我们今天对太阳的那个定义。实际上我说的复杂还有什么色球层啊，还有更多层的，这个我就不说了。那外面有一层太阳大气，对吧？然后呢，外面有太阳风。太阳风什么意思？就是太阳啊，它剧烈的核反应啊，然后它有不光光子跑出来，还有很多别的东西跑出来，等于从太阳里面吹出巨大的那个像风一样的东西来。而这个太阳风呢，你说它算不算太阳的一部分呢？我们地球外面也有太阳风，我们地球磁场阻挡了太阳风。如果地球没有磁场的话，太阳风就直接吹到我们地球，会把我们的大气层都吹散，对吧？然后太阳风一直延伸到太阳系的边缘，实际上也就太阳从太阳发出来的这些物质的粒子，一直推到很遥远很遥远的那个太阳系的边缘，再往外就不属于太阳系了，属于宇宙了。那么前段时间是旅行者一号，就是美国70年代发射的那个探测器，可能大家听说过那个探测器，现在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年了，已经40-50年，已经飞到太阳系的边缘，已经马上就要达到它能检测到太阳风和宇宙的太阳系以外的那个空间的区别，它现在在搞这方面的研究了。也就是太阳风吹到这个地方吹不过去了，外面是宇宙，那么宇宙星际之间是宇宙的这个太阳系以外这个空间里面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现在完全不知道，就等着旅行者一号到那个地方给我们搞一些探测回来，是这个情况。那么还稍微介绍几个东西，因为我等会会给大家看一个短片。太阳上我们大家都听说过有黑子，是吧？还有一个著名的叫日尔，这个图看不清楚。就太阳它有的时候会突然喷出一个东西来，然后喷了它又喷不到外面，又降下来，然后这个东西像个耳朵叫日尔，叫起名叫日尔。日尔是这样喷出来的，日尔大小有多大呢？我已经看了，这里画了一个木星的，就也就是一个日尔可以比一个木星还大。那么太阳跟地球更别说，地球在里面就有小点。就太阳上喷一个东西，你的大小就已经超过地球好多倍了。那么侧面看是日尔，正面看的话呢，当日尔爆发出来的东西，正面看过去会发现一个问题，就凡是日尔喷射的地方，太阳表面的温度会低一点，所以我们正面看过去那就是个太阳粒子。还有这边，以前就有人发现，当发生日全食的时候，或者我们故意把这个太阳遮起来，我们会发现太阳在外面啊，就像个脸啊，冕就是那个皇冠的意思啊，这太阳会发射出这种东西，就日冕。这个日冕其实就是太阳在向外喷射这个太阳风，就这个意思。那么我们望远镜观测到，太阳的能量从哪里来？那么在西方人很厉害，在1700几年的时候，还是18几年初的时候，有个人叫赫歇尔就研究这个问题了。他首先研究。就是西方人在想这个问题，太阳怎么会发出这么大的热量？用什么科学方法来解释这个问题，对吧？这已经远远超过古希腊那个水平。古希腊那时候就测量太阳和地球的距离什么的。西方人到1700几年的时候已经远远超过那个水平，他们就思考这个问题。然后赫歇尔做了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实验，
它在地球上看，比如说一杯水放在那边，太阳光照射一分钟以后，这杯水的温度上升多少度，对吧？好，那么这是在多大的面积的情况下，光辐射到上面产生多少热量？也就是说，太阳光在这么一个面积的情况下，因为经过宇宙这么长时间，然后经过穿透大气层以后，这是它起码有这么点热量，对不对？好，用这个办法计算，然后呢，它比如说一平方米有多少热量算出来了，然后它想在地球轨道上整个太阳一个大的球的样子是吧？算一算太阳辐射出来多少热量，算出一个很大的数字来，对吧？这个是能算出来的。然后太阳实际辐射的热量肯定远远大于这个数字，因为我们在地球上做实验，对吧？好，他就算了，把这个数字作为数字，太阳有多大也知道，当时已经知道太阳有多大了，已经能够精确计算出，对吧？我说一七几年一八几年，西方人已经能够精确计算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拿出地球上的人所能看到的，就是发出热量最高的一个物质，当时就是烧煤，地球上的烧煤热量是最高的，对吧？当时还没有石油。一七年一八年西方人也去烧，拿出烧煤这种热量最高的东西来做那个计算，发现如果像太阳这么大的，如果太阳是个煤球的话，完全用煤做成一个球的话，那么太阳烧个四五千年就烧没了，所以太阳不可能是用煤做的。西方人这个科学啊，就是已经那他这个科学概念很清楚，也就是说当时认为太阳必然是有一种别的我们所不知道的原因产生的热量，对吧？然后呢，有一个著名的人，另外一个人，他提出个液体冷却，什么重力压缩这两种，当时两种假说。这重力压缩就是太阳是一个巨大的气体，它不是有引力吗？在压缩的时候，反正他也算用这个办法能不能产生什么热量。反正这几种算法算下来，都发现远远跟我们今天测量出来太阳发出热量，这个远远达不到。或者就像烧煤一样，太阳上如果这么大一个煤的话，那么四五千年这个太阳就烧完了，对吧？然后人类有文明到现在已经不止四五千年了，所以太阳不可能是没做的。一直到现代有也不是现代吧，就是近代，量子力学出现以后，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太阳是核聚变反应，对不对？它是核聚变反应。那么太阳的核聚变反应呢，是由它在核聚变转变后，它会上面的氢原子会转变成为氦原子。那所以说太阳的那个我刚才看的那个主要成分是四分之三的氢和四分之一的氦，这些氢通过核聚变反应氢变成氦，所以等它所有的氢都变成氦以后，太阳燃烧就结束了。还有据说还有51年的时间。那么太阳由氢变成氦，然后呢它释放中微子和光子，光子主要携带能量主要是光子，那么中微子呢是一种中微子啊，它是占主的粒子，就是没学过量子力学，可能你们也不知道，就是它是一种基本粒子。我们发现的，我们也是研究太阳的时候才发现，世界上还有种物质叫中微子。中微子从跟别的物质一样，从太阳上喷射出来，然后呢，它平静的、安详的穿过地球，穿过我们身体。因为中微子不跟我们的身体发生什么作用，但它有质量，这是占主粒子。那么中微子，如果中微子完全跟我们这个世界的粒子不发生任何作用的话，那么我们当然也无法知道世界上还存在这种粒子叫中微子，它发生一种很小的作用，这种作用叫弱相作用。大家以前学物理学过吧？现在有四种力，万有引力、电磁力、弱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中微子和我们现有的这些质子中子发生关系叫弱相互作用，这个作用非常非常微小，基本上对我们人类社会不会起到什么影响。那么上次有一部电影叫《2012》，大家看过吗？《2012》，它为什么到时候地球开始板块开始移动了，开始地震，开始火山了？记得吧？你们注意了，大概一开始，他们为什么到印度的一个深深的矿井里面去发现什么现象了？地球上现在检测中微子怎么检测？就是得跑到一个什么地球上一个深深的矿井里面造一个设备，在那里或许能检测到太阳发出来的中微子。那么在那个印度科学家就发现这个现象，就是中微子本来是很安详的、很均匀的，跟地球上的物质没什么关系的情况下穿越地球的，结果他发现中微子发生变化了，中微子不是很和平的穿过地球的，跟地球的物质发生反应了，那就相当于一个微波炉在加热地球一样，所以2012那部电影是这样说的，
那当然实际上这个是没有理科学根据的，中微子还是跟我们的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作用，叫弱相互作用力，那么基本上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会产生太大的问题，你们也不用担心中微子会把我们像微波炉这样烤掉，是吧？不会的，目前还不会，我们的科学目前也只能达到这个程度，释放中微子和光子。好，那么这就是太阳的这个东西。那我就介绍它一些基本情况啊，我这个讲座也是一个基础讲座，对吧？那么太阳的起源和演变，我今天不讲了，下次我会讲到恒星的生命周期的时候再讲。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人说太阳31年、50年以后太阳会变成一个红巨星，太阳一下子会膨胀出来，膨胀到太阳把火星达到火星轨道这么大，也就把地球吃掉了啊？这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最后太阳会爆炸一次，把外面那层爆炸到以后，太阳里面那层聚集起来变成白矮星，这都是我们今天的科学理论。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们发现了恒星的生命周期啊，这个以后再讲。这个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51年以后的事情，对吧？那么接下去讲行星，今天只讲类地行星，今天时间也不够，我可能只能讲水星、金星、地球三个。这看得清楚吧？这四个星球的大小放在这里了。那么金星跟地球差不多大，那么火星基本上是地球的一半这样大小，半径是地球一半，质量就更小。那么水星更小，水星比火星还小，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排列。那么这四颗行星叫类地行星，为什么呢？它们是固体表面的。再往外，土星、木星，它不是固体表面的，它跟地球、天王星、海王星也不是固体的，不是固体，对吧？所以这四颗行星呢，我们研究。然后呢，很早以前一直到现在为止，大家都一直指望着火星啊或者金星上或许有生命。现在大家都对火星比较感兴趣，对吧？或许有生命，因为它跟地球很像嘛。好。这个把这张图放大再比，太阳如果这么大，火星这么一点，金星这么一点，地球这么一点，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这个大小再比较一下。好，那么先讲我们的地球，最简单，很多知识大家都知道，地球公转周期是365天，对吧？365.2422天，这是比较精确的数字。地球自转周期只有一天，我们这一天就这么定义的嘛。地球距离太阳。我们接下去大家掌握一个单位叫做 AU， 就是叫天文单位，这在外面叫天文单位，或者简写是 AU， 一个 AU， 也就是说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因为地球绕太阳是椭圆轨道啊，它有的时候会远一点，有的时候会近一点啊，所以现在把这个平均距离，也就是14959781公里这个数字认为这是一个 AU， 这是以后的一个单位。我现在讲到这里，先讲一个单位，天文学的单位，就是一个天文单位，就是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距离，记住。下次还会讲到那个宇宙的时候，还会讲到一个更大的单位叫秒差距，以后再跟大家解释。这天文单位啊，实在这个数字实在太庞大了。我们经常讲，一看到什么东西，天文数字，对吧？就是这么来的，因为天文上这些数字实在太大了，所以我们现在用一个 AU 来代表。半径是多少呢？是6372.797米，也是平均的，因为地球这不是个完美的球形，地球不是，大家知道对吧？地球有点像个，据说有点像梨一样，北面凸出来，南面凹进去，对吧？这样的。然后赤道上的这个周长跟这个周长都不一样的，这也是个平均的数字。地球，那么地球的照片大家一看就知道，就是太空中看的地球，的家园，对吧？地球的年龄46亿年，啊，这个怎么算出来的？告诉大家，这是通过对地球上的陨石什么什么分析。他们居然能够研究出来地球的年龄是46亿年，也就是地球形成是46亿年。地球结构，我这里都你看我都不写了，为什么呢？什么地壳、地幔、地核，对吧？大家都知道什么？地幔分上地幔、下地幔，啊，我说了，地球的生物圈，地球外面有一层生物圈，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地球生物圈里，对吧？实际上我们对地球内部的东西的了解，还不如我们对火星的了解，没说错吧？我们对海底很多东西我们都不了解，我们生活的那个生物圈，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薄薄的，就地球上薄薄的这么一层，我们对这层有所了解，是吧？好，那么讲一讲一些现在大家比较有兴趣的一些关注点，地球内部的运动，或许地球内部人在进行核反应，这是很重要一点，为什么呢？就说为什么我们地球会有磁场大气层还有大什么的板块运动，为什么？
我可以告诉大家，板块运动的磁场，类地行星里面只有地球有。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别的星球有板块运动。磁场也是这样，类地行星里面只有地球有磁场，但是别的行星像木星也有磁场，木星但是个液体星球嘛，对吧？然后由于这些东西形成了碳循环，板块运动造成的碳循环，什么叫板块运动？大家明白吗？就地球板块的裂缝里面熔岩喷出来，然后推板块往朝别的地方运动，老的板块到板块交界处下去。这个据说有一个碳循环，就是碳的原子从地球里面出来，我们身上的碳，我们人都是碳组成的，碳氢氧组成的。我们人身体主要成为什么？碳氢氧，氢和氧构成的是水，对吧？碳从哪里来的？碳就是从地底下熔岩上来以后，通过这个板块运动多少一年以后，这个板块又下去，这个他们管称叫碳循环。因为有了碳循环，才有我们这个生物啊，对不对？好，那么地球为什么有磁场呢？这个问题一直在研究，现在主流观点认为地球内部有核反应，还有核，也就是地球当初星球怎么形成，就一大堆星云光挤在一起，对吧？挤在一起旋转起来，是吧？然后由于这个势能转变成动能，大家理解吧？势能转变成动能，然后转变成热能，这个热能引爆这个核反应，对太阳就这样的，是吧？那么我们地球比太阳小很多，所以我们外壳已经冷却了，我们内部还有核反应，这个核反应造成地球内部有铁的流动，随着地球的自转，地球内部铁在流动，这个流动，铁是带电的，带电的物质在流动，这个流动造成了我们地球有磁场，而地球有磁场保护了我们地球大气层不被太阳风给吹掉，所以我们还活着。那么也有部科幻电影，就是地球磁场，地球内部的这个核反应如果停掉怎么办？那我们也完蛋，地球磁场就没了，是吧？所以记得吧，前两年有部美国电影，就是地球内部磁场停了啊，美国又有些英雄搞出什么机器钻到地球内部引爆那个核反应堆，看过那部电影吧？地心停转，对，好像就是地心停转了，然后美国人又搞了个什么，美国嘛肯定有几个个人英雄，男女几个人，对吧？肯定还有女的，有几个美女，有几个帅哥，又深入地球内部，然后牺牲自我，对吧？最后把这个地球核反应堆引爆了。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假说啊，没法验证，这东西有很多理论在解释这个东西。那么还有我们地球还有水，这个水怎么来的？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现在主流理论认为地球上的水是彗星给我们的，经常古代过去经常有彗星撞地球啊，彗星撞地球，彗星上不是有冰吗？撞完地球以后，这些水留在地球上了，我们的海洋就这么来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彗星撞地球，那我们地上是没有水的。当然现在如果再来一个彗星撞地球，那我们人类也完蛋，对吧？好，那么维系地球生物圈的几个要素，就是有水啊、磁场啊、大气层啊，这是维持了我们这个地球的生物圈，对吧？由于这些东西的存在，地球生物圈才存在，我们人才活着，对吧？那么这里讲到一个问题，就是木星对于我们人类的作用。这个有这么一个理论啊，我也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真是假或者怎么样。就是说，因为有在地球外面有木星和土星这样庞大的行星，这些行星呢，它会干扰彗星运行的轨道，所以才会有彗星，因为被土星和木星干扰过以后，它的轨道乱了，所以彗星才会砸到地球上，所以地球上才会有水。所以我们现在在找那个别的那个星球上的有没有像地球这样的行星的时候，对吧？找那种，现在不是在找吗？找那种恒星的边上那个行星里面，一定要有一个要有像地球这样的一个类似地球的行星，对吧？还要找到一个类似木星这样的行星，否则那个星上也不会有水。现在有这，反正这是他们的理论，但这个理论到底有多少？我觉得这个理论到底有能够有多少这个多少成分是对的，可能还要等以后，等我们真正的发现了什么其他星球的生命以后，或许才能验证这个理论，对吧？地球生物圈的稳定，这个呢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地球，大家看看，我们上海夏天最高温是几度？40度，最多37、8度，很高了已经，对吧？冬天-10度已经很低了。这个在宇宙这个范围来说，在别的地区来说，这个温差是很小很小的。而且我们每年夏天都这个温度，每年冬天都那个温度。这个
个是很奇怪一个现象，就说明我们这个地球大气层啊，这个空调的作用是非常精确的，能够让我们这个地球保持这样稳定的一个温度，对不对？这是为什么有人研究了，对吧？然后很多人经过仔细研究，特别是他们有那种办法，就是研究那个什么啊，研究那个冰层，比如说北极或者南极不是有厚厚的冰嘛，这些冰嘛都是夏天的时候表面的冰会融化，是吧？然后冬天的时候一层层冰结上去，然后通过这方法，他们把冰凿一层凿下去，能够看到几百万年以前的冰，甚至看到几千万年、几亿年以前的冰。通过研究那些冰，他们发现地球本来不是这样的。地球以前不是说上海这个地方每年夏天最高37、8度、40度最高了，了不得了，冬天最低10度，零下10度，地球本来不一定是这样的。地球曾经有多少亿年的时间，整个地球上基本上都在0度以下，这叫雪球时代，他们有人研究过的，就地球在那个时代稳定在零度以下这么一个温度。那么零度以下是不是生物能够生存呢？是啊，生物当然能生存。虽然我们人类，假如说整个地球都是零度，那我们人类可能恐怕还不行了，农业没有了，对吧？我们人类要灭亡了。但是很多生物是能生存下去的。有的时候地球温度就很高，像恐龙那个时代，据说地球上的温度就很高，对吧？还有呢，还有地球上不是氧气吗？我们现在地球上氧气是占到大气的20%？20%还是多少？氧气，对吧？这是假如说地球上是纯氧气的，那我们人类寿命会短很多。你明白吗？我们呼吸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人类啊，对于氧气和氮气的这个比例是很重要的。那假如说氧气和氮气不是这么个比例，我们人类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有人发现，地球上曾经氧气密度非常非常高。为什么呢？是通过一个研究一个什么蜻蜓，古代的蜻蜓，发现一个蜻蜓标本，蜻蜓大到几米大。这蜻蜓怎么呼吸的？知道吧？蜻蜓是用肚子呼吸的，是吧？要维持这么大一个蜻蜓，当时氧气浓度必须达到多少？当时地球上这个氧气是这么浓，所以当时的昆虫可以长这么大，我们现在的昆虫长不到这么大。哎，这些问题就说明啊，这个地球生物圈其实也不是很稳定的，它一直在不断的变化。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稳定，其实也就是我们的第四纪冰期结束到现在，其实也就是2-3万年时间，或者2万年、1-2万，甚至是只有1-2万年时间，也就是我们人类。不是有人类开始，而是我们人类进入文明的时代。正因为我们地球上温度这么稳定，自然灾害处于一个低状态的水平，我们人类才会有文明。否则的话，我们人类生存都很困难，对吧？那么有一个理论叫深海洋流理论，就是说大西洋的水冷沉下去，从大西洋南部一直绕到太平洋上面蒸发。这个深海洋流一滴水，如果我们看水分子的话，从大西洋流到太平洋要流2000年。这个水循环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空调机，这个空调机保证了我们今天的这1-2万年以来的这个气候稳定。那么假如说这个洋流断了，地球上马上会出现一个混乱的气候，混乱的场面，然后当然混乱过一段时间以后，地球会进入下一个稳定的时期。但下一个问题是地球上温度是多少度呢？我们也不知道，可能是很高很高很低的，对吧？那么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以前有部电影叫《后天》，讲的就是这故事。因为这个事情是可能发生，就是说地球上不是有那个冰期嘛，冰期上温暖期嘛，我们已经发现地球上有一定的规律，目前这个规律还没找到，就是什么时候地球这个冰期和温暖期的这个交替的这个周期，这规律没找到。我告诉大家还没找到。有人说是地球轨道离开太阳近一点或者远一点，地球轨道有一点点的这个偏差，离开太阳稍微近一点地球就会变暖，离开太阳稍微远一点地球就会变冷。但这个是不是这么回事呢？目前我觉得还没有一个精确的计算。然后呢，即使我们看以前的那个太阳的啊，地球的那个温度变冷变暖，其实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律。只不过这段时间比较近的那个时期，就是有人类以后那个时候，我们发现有第三纪冰期、第四纪冰期那个时候啊，那个冰期每一次冰期大概2-3万年。也就是最冷的时候是最冷到最热一个周期是2-3万年的样子。那我们现在是生活在第四纪冰期结束了，地球越来越热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地球变暖是不是我们人类造成的呢？那可能不是，地球本来就在变热，对吧？就地球本来就在逐渐变热。那么这个深海洋流和那个冰期这个问题啊，这个后天那部电影啊，它有一个科学背景。什么背景？就是
研究第三季冰期怎么结束的，第三季冰期怎么结束，然后天气变暖了，然后又突然之间变成第四季冰期，怎么发生的，这是我们研究出来。怎么研究出来的？说第三季冰期那个时候也有个稳定的洋流，也是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有一个稳定的深海洋流，维持当时气候稳定。但是呢，不知道怎么这个地球第三季冰期结束以后啊，地球上的温度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以后，当时那个北美洲五大湖，知道吧，大湖听说过是吧，五大湖当时跟大西洋之间怎么隔开的呢？当时是有很大的冰川，冰川，这个冰川隔开了这个五大湖和大西洋，然后随着地球上温度越来越高，冰川融化，突然之间有一天冰川崩了，然后这个五大湖的淡水哗倾泻而入大西洋，一下子降低了大西洋的那个盐分的浓度，对不对？然后深海洋流断了，突然之间地球上的温度又变冷了，进入第四季冰期。第四季冰期的时候，比如说很多事情发生，比如说北美洲白令海峡不存在了，因为结冰了嘛，结冰以后这个海平面降低了嘛，结果那个西伯利亚和美洲连在一起了，人类可以从亚洲走到美洲，人类就站到美洲了，这就是所谓的第四冰期。然后呢，等到第四冰期和地球上又越来越热，越来越热了，海平面又慢慢升高了。那现在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时代，所以那部后天那部电影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地球再暖下去的话，又会出现像第三季冰期到第四季冰期那个事情，突然之间地球又变了。当然，他这个电影比较夸张，突然之间几天之内地球就变冷了，是吧？那实际上，第三季冰期到第四季冰期这个变冷也不是一天两天，也经历了，你看一个周期要两三万年了，对吧？那中间可能经历了几百年、几千年这个过程。但是反正有一点，现在很多人就是说这个地球温暖化问题，就地球温暖化未必是我们人类造成的，可能我们不管它，它也在温暖化，对不对？但是温暖化的结果，我们也知道，就对地球影响是很大的，对吧？稍微这东西，因为我今天是讲天文学，不是讲这种东西，就稍微提过而已啊。好，离开我们最近的这个星球叫月球，月球距离地球是384000公里，这个数字我小时候就背出来。那么公转周期是一个月，自转周期也是一个月，对吧？啊，这个没有问题。半径是地球的半径的0.273，也就是三分之一左右。所以古希腊那个阿里斯塔克斯算是很准的，他算出来月球大小是地球的三分之一，对吧？啊，已经够准了。看得清楚，这是月球正面的图，这是月球背面的图。因为月球公转和自转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在地球上只能看见月球的这一面，看不见月球的那一面。大家都知道，一直要等我们发射出飞船绕到月球背后去以后，那我们才能看到月球背面，对吧？那么月球上这个暗的部分叫海，我们给它过去啊，用望远镜观测的时候，给它以为月球上真的是这是海，给它起名叫海。其实我们知道，这是月球上比较平坦的地区，对吧？比较亮的地方呢，有很多环形山。月球上环形山怎么出来的？啊，被东西给砸出来的，对吧？好，基本上月球，相信大家对月球知识也很丰富了，我也不多说了，对吧？然后呢，可以提到一点，就是月球上那些环形山，包括水星上那些环形山，啊，大家记住一个概念，这不是一个均匀的从月球形成到现在的几十亿年里面均匀长出来的。实际上太阳系有一个时期，只有一个时期集中在那几亿年，太阳系里面的小行星也好，彗星也好，处于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大多数的坑都是那个时候砸出来的。现在当然不断还在砸，但是现在砸的那个概率就比较低了，对吧？给大家讲月球探测，这个故事比较有意思，对吧？月球等苏联是1957年还是56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对吧？发射上天，当时震惊全世界，美国人也吓一跳，苏联怎么这么快就发射了一个东西上天？苏联怎么发射的？苏联是当时苏联美国都把德国打败了，然后德国当时有那个 V2 火箭，是吧？因为那个德国是当时如果不打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德国这个科学基础绝对是世界最先进的。然后德国是已经造出 V2 火箭了，已经德国的火箭已经到太阳，已经升到什么？170公里高空了，等于是我们今天看起来已经到达太空了，已经穿越大气层了。如果德国人不打仗，好好研究，那么德国人第一个登上月球，对吧？问题是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哎呀，苏联、美国就到德国抢东西，很多德国大多数的德国科学家都逃到美国去了，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德国的设备、机器还有很多图纸被苏联人抢走了，对吧？好，
然后大家就拿着那个德国的那个有一个东西叫 V2 火箭，那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天地球上所有的那个火箭的这个雏形啊。苏联人也研究，美国人也研究，苏联当时那个科学家叫什么科罗廖夫，对吧？听说过那个名字吧？好，然后大概是1957年，是1957年、1956年、1957年，苏联第一颗卫星上天，然后当时美国就震惊了啊，美国一定要也发射一颗卫星上天。结果美国在那个时代，美国每一步都比苏联晚一步。好，一旦把这个卫星成功的脱离，开始环绕地球走了，那么苏联就开始想，苏联当时目标很清楚，要到达月球，到达月球，啊，苏联就制定这么一个目标。然后呢，这个1959年1月2号是一个啊标志性的日子，苏联的月球一号探测器成功的从月球上面飞过去，飞掠月球。啊，为什么叫月球一号？告诉大家，这个号啊，其实是后来追封的。当时苏联发射这种东西都是秘密的，发射成功了说，发射不成功不说，都这样的。所以它在一般都有内部这种编号，这个编号很复杂的。等它成功了以后，啊，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的月球一号从月球上面飞过去了，啊，这个苏联人又立功了，对吧？但是这个之前啊，其实苏联啊往月球上已经发了不知道，当时这个苏联和美国已经1959年的时候是。太空竞争这个竞赛最热烈的时候，最热度最高的时候，基本上一两个月甚至一个月不到就要发射一个东西，要么去月球、去火星、去金星或者环绕地球的这种东西，一两个月就要发射一个。然后呢，大多数都是失败的。怎么失败的？还没发射，一点火吧，在地球上就爆炸了，或者有的端上去，啪掉下来，好不容易脱离地球了，找不到，不知道飞哪去了。大多数都找不到的。其实当时维基百科上有那个当时苏联或者那个美国那个探月那个发射的火箭列表，基本上当时一开始90%就失败了。终于你看苏联抢在美国之前，在1959年1月2号成功的那个探测器飞掠，就是我们飞掠月球啊，就是从上月球上面能够飞过去了，离开月球很近了。美国人一看着急了，美国人在3月4号，你看也比苏联晚了一拍，晚了两个月，美国人也成功的飞过月球了。飞过月球不算，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是登上月球，对吧？好，到9月份，苏联的月球2号，这个当然也是后面追封的啊，追封月球2号，终于苏联有一颗在什么1959年9月12号发射的一颗探测器，到14号成功的，咚，砸到月球上了。那为什么？你想这个东西能飞上去，能飞到月球已经很不容易了。月球很38万4000公里，大家能理解吧？我们一般的轨道的卫星才多少公里？100公里、200公里、300公里这样一个数字。对吧？384000公里，能砸到月球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在1959年9月12号成功的啊，9月14号成功的这个月球二号掉到月球上去了。就是苏联当时苏联人又欢呼了，我们第一个到达月球了。当然这个叫做硬着陆，也就是说砸上去了，砸掉了这个东西，对吧？啊，1959年10月份，也就相隔一个月，苏联的那个月球三号，它没有砸月球，它是围绕月球飞到月球背后去了。第一次成功的对月球背面拍了一张照片，啊，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标志性的事件。我这一列的都是那种标志性的事件。当时苏联这么厉害，美国人一看着急了，美国人着急，怎么办？当时不是太空竞赛吗？美国人一看这个苏联不得了，这样下去美国急啊。结果美国在1962年，比苏联晚了3年，美国的徘徊者4号终于成功的砸到月球了。中间已经美国发射了起码不知道10几颗还是20几颗，有的根本就飞不到月球，也不知道飞哪里去了。终于到1962年4月份成功砸到月球，啊，然后呢，到1963年1月4号，这苏联的月球4号，他要试图在月球上软着陆，当然是失败。但是不管这是第一个试图在月球上软着陆的东西，对吧？到这个1966年，那个从1959年到1966年用了7年时间，到月球9号，那是1966年1月31号发射，2月3号成功在月球表面软着陆，这是人类史上也是一个巨大的事件，就是苏联的这个探测器在月球表面缓缓地降落在月球表面。月球表面是没有空气的，对不对？不能用降落伞的，它用的是那个喷射那个东西。啊，我们今天中国的这个探月水平是达到了什么层次啊？达到了这个，苏联的1959年9月14号砸到月球这个水平，对不对？
因为我们现在还，我们中国目前还没有能力在月球上进行软着陆，据说要过到二零，是不是嫦娥三号到2013年还是2015年才能在月球上软着陆嘛？啊，反正查一下就可以知道了。反正我们目前中国的这个嫦娥二号、嫦娥一号，它的目的就是砸到月球上，砸成功了，对吧？好，那么苏联既然在这个月球上软着陆成功，这美国人越急了。结果美国人在5月份成功的，那5月30号发射了一个开测者一号，到6月2号，美国的那个飞船也在月球上成功的软着陆。你看，这时候每件事情，苏联、美国都比苏联晚个几个月，对吧？都比苏联晚一点。当时就是苏联每一步都走在美国之前。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美国政府就着急了，当时很著名一个事情是吧？美国政府当时肯尼迪对吧？下定决心。美国要调动起全国的力量跟苏联人玩命，对吧？一定要在1970年以前把人送上月球，并且，这个人还得回来，不是上去回不来，因为你这个飞行器砸到月球不回来没关系，对吧？人得回来是吧？好，于是呢，美国就开展这个阿波罗计划。那么有一个著名的号就是阿波罗一号的飞船，其实阿波罗四号以前的飞船都没有命名为阿波罗几号几号。阿波罗一号是后人追封的，这个飞船连发射都没发射。1967年1月27日在测试的时候，3名宇航员在里面活活烧死。到阿波罗四号是1967年11月9号发射，第一次明确以阿波罗号命名，它是无人环绕地球。这个阿波罗四号没有飞到月球，就是在月就是地球绕了几圈就回来了，就结束了，这个任务就结束了。然后它是用于测试土星五号运载火箭，就是因为运载人到月球上去还要回来的话，那个运载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当时美国有个著名的那个运载火箭叫土星五号，这是第一次成功的测试土星五号运载火箭。到阿波罗八号的时候，也就是1968年12月，大家看这个年份，我等会我要再讲一下这个事情。1968年12月21号，第一次成功的载人环绕月球飞行，也就是人飞到月球地面了，再兜两圈回来了。这是1968年12月。到1969年7月16号，你看距离阿波罗一号只有2年半的时间，阿波罗十一号在1969年7月20号成功的登上了月球，对吧？啊，当时有个人叫阿姆斯特朗，跨上了月球，踩上了第一个脚印，啊，他说了一句话，这是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对不对？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是吧？好，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话，那么也就是1969年7月20号是标志性的日子，就是人类登上月球的日子，是吧？然后后面的还有一系列的阿波罗飞船，一共前后送了12个宇航员上月球。那其中比较著名的是阿波罗13号，1970年4月11号发射的，这个任务是失败了，这3个人差点没回来。最后反正也是很久的，最后这3名宇航员终于成功的返回地球。阿波罗13号这个事情回来还拍成一部电影，对吧？反正这3个人是平安回来的，那比起这3个还没离开地球就活活烧死的宇航员要好多了，对吧？好，阿波罗17号是1972年12月7号发射的，11日登月，也是人类最后一次登月。这是阿波罗17号留下的照片，当时有个车，月球车在月球表面上开来开去，这个网上也有视频，也有照片，大家都能找到。那么一直有这个说法，叫阿波罗这个计划是阴谋。美国人没有真的登上月球，啊，比如说最人家说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你看，我们往前看，美国1966年发射的卫星成功软着陆，对不对？1967年还活活烧死3名宇航员，对吧？然后突然就研制了这个土星五号这么大动量的能量的这个运载火箭，这个运载火箭很厉害，能运多少吨的东西上去？苏联啊，中国、美国后来都没造出这么大的那个运载火箭，都没造过。然后到1969年，你看才2年时间，这人就登上月球了，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只有2年时间，而且这2年时间，美国基本上是每个月发射一个东西上月球，对吧？而且，特别是阿波罗十一号是1969年7月16号发射，7月20号登月，登月的过程是全程电视直播，知道吧？那么这是不要忘记，这是第一次人类登月，他胆子这么大，这个失败的概率是很大的。照理说他不敢全球成功，一般当时苏联美国搞竞争的时候都这样，就成功以后事后宣布我成功了，失败就不说了，因为失败的很多很多都不会说的，
对吧？苏联、美国都这样的，当时。但是这个不是这样的，事情跟大家说好了，而且电视直播，对吧？全人类看，对吧？所以有人说啊，这可能就是因为电视直播，大家能理解吧？这个直播你不可能不像奥运会比赛，你能直接去看，它完全是美国宇航局发出那个电视信号，对吧？他如果事先就拍好那个电影，那你也当真了，对不对？啊，所以现在有这个阴谋论，对吧？就说阿波罗飞船是个阴谋论，最大的问题就是。就是美国人只用了2年时间就登上了月球，那么2007年还是2008年，那个布什总统，美国那个小布什，美国人要重返月球，是吧？就制定了一个很长远的计划。我们看这重返月球，今年是2012年，美国已经重返了没有啊？已经4年过去了，别说没有重返，连那火箭都没造出来，连准备登月那个火箭那个都没造出来，都准备造10年20年才造出来。当时你看2年时间，土星五号测试一下就 OK 了，就上去了，所以现在人家说你当年2年就上去，现在你怎么说也得20年得上去吧？还是上不去，已经4年过去了，美国这个基本上没进展，对吧？那么所以有人说，但是也有人说了，那个时代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代美国人全国拼命，美国人苏联人在这个事情上拼命了，美国当时是倾国倾力来做这件事情，那现在不可能做，现在不可能这样，对吧？还有一些疑问点，比如说很多照片，人家发现很多照片上有很多问题嘛，这个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是吧？那么我个人觉得啊，就登月呢，就说是有疑问点，特别是有些照片，当时苏联美国竞争，或许很多照片真的是在摄影棚里拍出来的，啊，真的不是登上月球拍的，对吧？但是你要说你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证据证明当年美国人没有登上月球，你也没法证明啊。对不对？而且特别是一个，你要说起来最厉害的一个证据，就是当时苏联美国这么紧张的关系，苏联有这么多间谍在美国，如果你阿波罗登月计划是假的，苏联人吃素的。苏联如果知道你阿波罗登月计划是假的，苏联拿出一点证据，足以严重的摧毁你美国的形象。这个东西对苏联来说是太好了，太，当时能抓到美国的一点毛病是毛病，是吧？这么，如果你阿波罗登月计划是假的，苏联人会不知道。苏联美国这时候这么紧张的时候，都准备古巴导弹危机，准备打起来的时候，苏联还跟美国为这个事情打，两个人守口如瓶，这不可能的事情。好，那么美国在这段时间频繁的从1967年开始到1969年成功登上月球，最后一次登上月球是1972年。那么这时候苏联人在干嘛？对吧？苏联在干嘛？我告诉大家，其实苏联也就是从1966年以后，苏联的这个航天计划都放慢了。那么什么原因呢？可能很多人在座可能很多人也知道。一个原因是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因为古巴导弹危机，对吧？赫鲁晓夫这个人政治上其实很不成熟，跟中国不炒饭，对吧？古巴导弹危机也是撕破脸皮，最后其实就失败了。你这个事情搞不过美国的嘛，一开始就知道战就不要再搞。古巴导弹危机让苏联丢尽了面子，对不对？啊，让苏联丢尽了面子。赫鲁晓夫，你有本事你跟美国硬下去啊，你又不敢，对吧？然后美国当时就吃走了赫鲁晓夫这个弱点，结果赫鲁晓夫在苏联内部受到了就是苏联人的大量的批评，之后赫鲁晓夫1964年下台了。那么赫鲁晓夫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脾气也比较暴躁的一个，他那个时代就是要让苏联，那卫星也是他那个时代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是吧？第一颗什么当时什么那种什么载人的那种加加林，第一次就是人类第一个人登上太空的叫加加林，对吧？也是赫鲁晓夫那个时代，赫鲁晓夫有点像我们中国毛泽东那种大跃进的思想，所以赫鲁晓夫一下台干这个事情啊，是两个国家在拼命啊，大家都知道这哪这么容易，你看当时世界上哪个国家能这样干，只有苏联美国每个月都在发射火箭，当时这个是倾国倾力在做这件事情，而且美国有这么大的工业力量，即使美国有这么大的工业力量，搞这个阿波罗计划对美国来说也可以说是耗尽国力啊，也是这样的一件事情，那苏联来说更别提。所以当时很多人批评赫鲁晓夫，你干嘛要这样？不过就是争点名嘛，对吧？好，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1966年是那个科罗廖夫死了，就是苏联那个航天，整个航天工业的领头人科罗廖夫生病死了。那换上去的人没他这么大的本事，所以整个这个苏联这个航天工业就放缓了这个速度，而且在跟美国竞争过程当中呢，苏联确实后面也跟不上，经济力量啊，这航。这个东西啊，消耗多少国力？经济力量、科技力量也确实在跟美国拼的时候也拼不过美国，确实是这样。所以苏联就慢了，
但是苏联当时其实干了很多事情，其实一点，现在看看其实苏联做的事情，苏联人登月的效率要比美国人登月的效率高很多，因为苏联没有让人上月球，苏联派了很多机器人上月球，对吧？来看一下，苏联太阳月球十一号，1970年9月20号发射，成功从月球上采集岩石样本返回地球。到月球十七号是1970年11月10号发射的，它上面有个月球车，它不像美国人那个月球车成本多大，对吧？苏联的月球车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机器人，在这个月球上跑来跑去，想干嘛干嘛，跟你美国人上去有什么区别？那你人上去要花多大的代价？苏联这个不需要花很大的代价，对吧？然后最有名的是什么？月球22号，在1974年，他在月球上工作了521天，是破纪录的。用美国人当时登月不是为了说唱的科学研究是次要的，关键是名，对吧？你看我登月了，对吧？我第一个登月了，其实就为了争这点东西，不是为了真正的去往科学研究。而这个月球22号在月球上工作了521天啊，一年半时间啊，对吧？而月球24号是1976年发射，是月球最后一个登月的探测器，也带了一个月球车，也从月球上采了很多石头回地球。所以苏联人这些年做的事情，其实跟美国人做的事情效果差不多，只不过苏联没有人上去。其实不用，为什么要人上去呢？对吧？机器人上去就行了嘛。所以苏联人这时候也宣布，你看美国傻，美国人多傻，放个人上去，一不小心人还要死。其实美国为之死了好多人。这美国和苏联当时那个太空竞赛的时候啊，很多宇航员都死掉。当时也人的命真的不值钱，对吧？为了竞争，为了这个竞赛死了就不说了，对吧？你看苏联当时也获得了巨大成功。那么，所以阿波罗阴谋论里面有说，不是美国人没登上月球吗？但是美国从月球上采回了大量的岩石，月球岩。月球上的岩石跟地球上的岩石是分子结构是完全就是那个成分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只可能从月球上找到，不可能从地球上找到。而且苏联人也从月球上采到了很多岩石，苏联人采到的岩石跟美国人采到的岩石是一样的，对吧？由此可见，美国人是真的上了月球的。但是另外一个观点说，美国不是说阴谋论，不是说你没有上过月球，是说你的人没有上月球。苏联可以派个机器人上月球采点石头回来，美国也可以啊，对吧？啊，反正这种说法很多。好，这就是啊，苏联探月。到1976年，你看阿波罗计划是1972年结束的，到1976年，苏联这个最后一个登月的这个探测器也结束了。从此以后，大家都消停了。美国苏联为什么呢？这几年啊，这苏联美国为了这个月球这个事情啊，其实真的是太消耗国力了。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吧？这两个国家为了上月球搞点事情，其实说穿了没有任何经，当时来看起来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对吧？只是为了这个名而已，对吧？太小。1976年以后，两个国家都消停了，都不上去，都没意思，觉得上月球毫无意义，还不如发射一些什么人造卫星啊、通讯卫星啊什么，或者搞一些什么 GPS 这种东西，还有点意义，对吧？那么后面苏联搞了一个和平和轨道站，啊，这个是很有价值的一个东西，远远比登月有价值，对吧？好，经过了70年代，这个美国苏联就结束了，以后就一直到1998年。1998年，美国又发射了一个月球，打反了勘探者。好，也是他没有登陆月球，也是绕着月球飞两圈而已，对吧？你看，距离阿波罗计划已经过去20几年了，这20几年美国人就对月球一点兴趣都没有，苏联人也不去搞月球了，知道吧？然后呢，啊，到21世纪，各个国家对月球都有兴趣了。你看，欧洲发射了一个 SMART 1这么一个，2003年9月7号发射了。那么这件事情呢，日本呢抢在中。太空竞赛，日本跟中国一直在竞赛，知道吗？其实一直在竞赛，虽然嘴巴上不说。你看，日本抢在中国之前，在2007年9月份，日本发射了月亮女神，我们呢又比他晚了一个月，嫦娥一号，对吧？然后印度一看，哎，印度隔一年，比你晚一年，印度也发射了。啊，这时候美国一看，哎，美国感觉也坐不住了，你们怎么都往月球去了，是吧？哦，美国又发射了一颗，是2009年发射了一颗轨道什么飞行器，它也都是这些东西啊，都是围绕着月球飞的，啊，要么最后就像嫦娥一号，砰砸到月球上，基本上什么月球上软着陆啊，什么派人登月球啊，这个东西现在他们已经不搞了，觉得这个太可怕了，太消耗国力了，知道吗？那么美国呢有重返月球计划，到大约等到2019年，美国人再让人类重新登上月球，所以说你看。美国布什从2007年提出那个什么重返月球计划，已经，他计划也要计划多少年才能到，十几年才能到月球，对吧？到现在，就到现在这个重返月球计划，那个火箭到现在美国都没造出来。我告诉你，已经4年过去了都没造出来。
所以当年这个阿波罗计划，这样说阿波罗计划真的是有点问题的，怎么就在两年之内就搞定了，对吧？那么我们现在嫦娥二号也发射了，对吧？然后中国有一个软着陆的计划，就嫦娥三号，对吧？软着陆计划，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发射嫦娥一号、二号、三号，要隔每个都要隔好多年。你看当年苏联、美国，从阿波罗计划开始到结束，一共就两年，对不对？啊，这是月球，啊，接下来就给大家讲金星。啊，稍微介绍啊，水星，水星是离开太阳最近的那个星嘛，稍微给大家介绍。水星的公转周期是88天，自转周期是58天15.5小时，所以它的自转速度比较慢。水星距离太阳是0.38 AU，AU 什么意思？刚才说过，地球到太阳距离，所以水星到太阳距离大致是啊，地球到太阳距离0.38，这样子。那么这就是水星的照片。啊，水星探测迄今为止，人类只有过两个探测器，那苏联、美国对水星好像都没兴趣。别的各个国家对水星都没什么兴趣，只有两个。1973年有一个美国水手十号，它是飞掠水星，然后拍了一张照片就回来了。然后2004年美国有个信使号，2011年从2004年发射，2011年进入环绕水星的轨道，这是目前唯一的一个始终在环绕的水星轨道，就是唯一的一个人类的一个人造水星的卫星，环绕着水星不断在拍照片。那么今天关于所有的关于水星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这个美国这个信使号传给我们的。那么首先觉得水星好像是个铁的星球，水星的密度很大啊，就有个理论说水星本来可能也像地球这么大，但是呢由于水星离开太阳太近了，把太阳风的强烈热量和太阳风的强烈摄入下，水星外面的东西被太阳给吹掉，剩下的就是我们地球一个地核，对吧？水星就是那个行星的核心的那个，这是一个理论啊，有这个说法。好，然后在水星上面大气非常稀薄，这个也对，也有道理。为什么呢？水星离开太阳这么近，太阳风就把它大气都给吹掉了，而且水星小，引力又小，水星还没有磁场，水星没有磁场，啊，水星昼夜温差达到-100，晚上是-170度，白天是400度，啊，所以这就是水星。所以他们说水星这样上面不可能存在生物啊，我觉得不是这样说的，我觉得如果水上有生物，它就能适应这种温度，对吧？它跑到地球上来反而不能适应，对吧？还有水星呢，不满月形坑，这跟月球是一样的。我们水星没大气层保护嘛，砸一个坑是一个坑嘛。我们有大气层保护啊，一般不是很大的这个陨石到地球上都被这个大气给烧掉了，是吧？真正能落到地球上的很少很少。要在地球上砸一个坑的，那么不知道多少年才几千万年几亿年才有一个比较大的彗星砸到地球上了，对吧？水星上可能有水，他们说啊，不能叫水星就叫水，对吧？水星是中国人给它起的。水星可能有水，是什么呢？水星两极，它温差比较小，而且水星上有很多山洞，这山洞呢，它的温差会非常小，这里面会存在冰，甚至于会存在水，这是有人研究的。是水星，水星就大致介绍一下水星啊。接下去介绍金星，金星的公转周期是224天，自转周期是243天，距离太阳是0.72 AU。你看金星的自转。比公转还慢，由于金星自转这么慢，或许因为这个原因，金星没有磁场。磁场怎么产生？里面有东西，有铁的物体在里面流动啊，明白我的意思吧？现在理论是这样认为的啊，金星没有磁场。好，金星呢有个特点，我们现在观测金星，我们看到金星的表面，因为金星上面有非常浓密的大气，这个大气呈金黄色，所以我们看到金星是金黄色的。非常亮，浓密的大气，金星也没有磁场，浓密的大气产生它大气的主要成分96%是二氧化碳，所以呢，它有巨大的温室效应，使金星表面温度大约为500度。金星表面温度500度，由于它这个大气非常浓密，大气压是地球上的97倍，那97倍，就是一个大气压，我们地球上是一个大气压。换句话说，像我这样的人，一到金星上，马上压扁成肉泥。97倍，对吧？那么金星表面的火山熔岩密度，但是好像没有板块，这是好像没有，目前没有结论。今天有没有像地球这样的板块多？好像没有。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金星上的情况，对吧？那么金星凌日这个现象，今天早上就发生了。
对吧？就是金星从太阳表面经过，金星太阳表面一个黑点，我们通过望远镜可以观测到金星的影响。那么1716年的时候，牛顿那老朋友叫哈雷提出了一个通过金星凌日来计算太阳和地球之间距离的方法。那么现在后来我们精确的计算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距离，就是通过金星凌日法来计算，就通过观测金星凌日。这个具体方法大家网上去找，我也不详细说了。反正这个西方的科学还是这方面还是蛮厉害的。好，那么我们探测金星怎么探测？告诉大家，哎，很有意思，在月球上，美国和苏联都探测月球了，但是美国在探测金星和火星这件事情，美国主要探测了火星，这两个国家有分工的。啊，美国主要是探测了火星，而金星主要是苏联在搞，美国没有探测金星。探测金星的基本上都是苏联。首先有著名的金星一号，1961年发射的时候没有，不知道哪里去了。有没有飞到金星我们也不知道，反正就没了。1965年发射的金星三号，发射完了以后也失去联系了，但是根据后来的计算认为它1966年3月它掉到金星上去，砸到金星上去，据认为，对吧？但是它没有传回任何信息。1967年6月12日，大家要记住这点，在1965年、67年那个时代，我们并不知道金星上是这样的，有表面温度有500度，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金星上大气压是地球上的97倍，对吧？当时是怀着那种独断的测试，到底金星怎么回事？派一个上去看一看，派一个上去看看，怀着苏联人是怀着这种想法上去的，对吧？所以，1967年6月12日，金星四号发射。然后10月18日，它成功的进入了金星大气层，并且发布了一些数据，让我们知道金星上面有浓密的大气层，而且它会下硫酸雨。酸雨，金星是个非常非常的腐蚀性非常，金星的大气腐蚀性非常强，会下硫酸雨，上面有硫酸，啊，二氧化碳这么浓，大气压这么大，啊，就是因为我们苏联的这些这个东西进去以后，然后，特别要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8月17号，这也是个标志性的日子，苏联发射了金星七号。它于12月15号成功的在金星表面软着陆。迄今为止，从7号到8号一直到11号，陆续的发射了，特别是金星10号和11号，都是成功在金星表面软着陆的。苏联很厉害，当时。那么金星上的温度是500度，大气压是97个。那么我们的这个机器上去，像美国的那个前两天发到火星上那种什么勇气号啊，那上不了金星的，一上金星啪被金星的大气压给压扁了，对吧？所以当时苏联这种金星七号也好，8号到11号都是带着厚重的盔甲，然后它里面有一个超级空调，我今天形象的讲叫超级空调，让它里面这个温度能够保持一个比较低的温度，把这个外面是500度，里面是比较低的温度，对吧？让它里面的机器能够工作，然后它成功的降落在金星表面以后，它的目的就是拍几张照片。那么告诉大家，现在关于金星表面的照片，所有的直到今天为止，也只有苏联的这几颗金星探测器发回来过金星的表面几张照片。迄今为止，自打金星十一号以后，我们人类再也没有探测器登陆过金星了，没有了。所以当时苏联还是很厉害的，也是，其实我觉得苏联人跟美国人当时这个分工，如果美国把精力都放在金星上以后呢，那后面。估计也没什么戏，因为金星实在太难，登陆金星实在太难，在金星表面工作也实在太难，对吧？如果当初苏联人多探索火星的话呢，说不定苏联人如果也取得比较多的成果，对吧？然后呢，到70年代，我跟你讲，70年代以后，美国苏联都消停了，对吧？不搞这个东西了，对吧？一直到1989年。美国发射了这个麦哲伦号，发射到金星上。1990到1994年，他环绕着金星工作了4年，主要是通过雷达方法来，因为他不是降落在金星表面嘛，他通过雷达来探测金星上面这些东西，对吧？然后呢，欧洲在2005年发射了金星快车，在2006年一直到现在，他还在围绕着金星转，在不断的搞一些探测。日本人也来了，日本人发射了一颗破晓号，在2011年5月份发射。他本来计划的是2011年10月份能到达金星，但是到今天他还没有到达。
会不会，这很难的。所以你回想当年这个苏联美国能够把飞船发射到什么金星火星上去，我以后讲火星你们知道，就是发射到火星的三分之二都失败了，根本飞不到火星的。苏联当时也是发到金星的大多数都失败的，对吧？只有很少一部分能真的飞到金星。那今天也是像日本2010年日本也发射想去探索金星，结果飞啊飞啊，这东西不知道飞哪里去了。但是这个东西跟地球还有联系，我们还能找到这个东西啊。反正它的宇宙空间在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现在日本人计划它2010年是没有到达金星，2016年没准它能到达金星。就是所以你们看这个就是我们比如我们今天既然讲的就是人类下一个登陆目标是火星，对吧？其实想想真的是很这个可能是应该是件很难的事情。为什么呢？就我们别说让人登陆火星，我们就发射一个东西到火星上去的成功概率有多大？基本上是飞不到火星的。我告诉大家，最近几次勇气号、机遇号、凤凰号都上火星了，就是美国技术比较成熟。然后中国人、日本人、欧洲人也想探索火星啊。中国前两天萤火一号，对吧？中国人自己还没有一个火箭能把中国的探测器发到火星上去，所以中国问俄罗斯要了一个火箭，让俄罗斯替中国发射萤火一号，结果没了，失败了。其实俄罗斯，我有个朋友啊，是在就在闵行不是个航天城嘛，他们就是搞萤火一号的，他们很气恼说俄罗斯这个东西什么意思，对吧？我们发射个萤火一号对你俄罗斯也没有什么坏处，对吧？我们付钱给你的。但是俄罗斯呢，其实也不是跟中国人搞，因为那个火箭上不光有中国的萤火一号，还有俄罗斯自己的那个卫星，就一个火箭上可以发好几个卫星，所以他故意，他不会是故意掉下来的，对吧？俄罗斯自己确实没弄好。好，欧洲前几年也有一个探测器飞进火星，准备在火星上着陆，然后那个往火星上下去是吧？他准备软着陆的，结果没消息了。反正他那个已经到达火星，这是肯定的，但是是不是着陆呢？还是砸坏了呢？还是怎么样呢？现在完全没有消息，欧洲也失败了，是吧？只有美国的那个勇气号、机遇号。然后前两年呢，日本也发射了一个东西到火星上去。那日本这个发射中心呢，跟这个还要搞笑。这个呢，还或许2016年能到达金星。日本发射那个东西就飞了，飞呀，不知道飞哪里去了，已经不知道飞哪里。最后日本决定怎么办？就是这个东西啊，他害怕这个东西，就是说。会破坏宇宙的环境，对吧？最后日本决定让这个探测器，我也忘了叫什么号了，啊，反正也飞不到火星了，也飞不到任何地方去了，那直接朝太阳飞去，直接砸太阳，烧掉。所以说，大家想想，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一样也失败，啊，苏联也没那么容易，中国也失败，日本也失败，只有美国人前段时间成功了那么机遇和勇气。就大家看新闻里面经常看到的，就两个小机器人在火星上走来走去转，只有美国成功了几次。所以你让人上火星，真的是我觉得这个目前的技术还是啊无法保证这个人能飞到火星的。那么今天呢啊就讲到这里，火星下次再讲。那么等一等，我给大家就是刚才讲的东西啊，也给大家整，我给他整理一下。然后呢，我准备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当然不是我拍的，就是比较十分钟左右时间把刚才讲的这些东西你们可以看一遍，金星啊、水星啊、火星啊，火星没有，就是地球啊。水星、金星、月球、太阳这些基本的一些东西，啊，稍微讲了一点。那个东西呢是也是什么 BBC 的还是什么？啊，国家地理的，就是啊，那个片子叫《运行就是旅行到宇宙边缘》的片子，给大家看一下。看，就是这个我这是故意就是已经截取了其中一段。Dozens of astronauts have come this way before us. 12.
很光滑。啊，这是他电脑动画电脑做出来的，这个不是真的那种。啊。Your space probe is telling us something strange. For its size, Mercury
Mercury has a powerful gravitational pull. It's a huge ball of iron covered with a thin wall of rock, the core of what was once a much larger planet. So where's the rest of it? Maybe a stray planet slammed into Mercury, blasting away its outer layers in a deadly game of cosmic pinball.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吧，好吧。